最北端的一座灯塔，那是100多年前日本人在台湾修筑的第一座灯塔，为帝国和殖民地之间指引航路。灯塔所在的北海岸受地质、洋流和气候的种种影响，拥有独特的生态景观和人文地景。绿色的海藻附着在黑色的火山熔岩上，那是北海岸季节限定的美景。离岸稍远的山坡地上也有一片绿，我们插下了秧苗，也把一颗香心种到田里。一群业余农民放假还来找工作做，弯腰索草，才知道索草和除草完全不同。体验汗滴禾下土的辛劳与满足，同时也从为大地马杀鸡的过程中建立起和土地的亲密关系。村人待客热情，劳动到一半就有传统乡土点心可以享用。更棒的是，开放自己动手做。这下业余农民都成了业余艺术家，天马行空的惊世之作让村人瞠目结舌，大叹不如。从粒粒皆辛苦的劳动，到拿到食物挥洒创意，再把创意吃下肚，我们完成的是一趟美妙的食物旅程。五月的北海岸，白色的浪花，白色的百合，绿色的海藻，绿色的田，皇天在上，厚土在下，我们弯腰索草，在水梯田中劳动生产，实在是件幸福的事。展开台湾地图，台湾头有两个向外突出的犄角，右边那个是东北角的贡寮，左边朝北方更突出一些的就是位在北海岸的石门。这个正面迎向海洋和季风的突出夹角，拥有独特的地质、生态和人文风貌。眼前这片海岸绿带就相当了不起，得育苗为犁，造林人员照顾起来更是一把辛酸泪。除了海岸林，更靠海的地方有另一道绿带，它更是孕育万年、季节限定的奇景。台湾四面环海哦，那这里可以说是台湾岛最北的海岸线哦。这边是石门的老梅海岸，这个海岸是非常有特色的，除了有沙滩，它还会变颜色，到了春天整个海岸线换装了，所以在这个季节非常适合来到这边绿色的海岸线去看一看。老梅的绿石槽是摄影爱好者喜爱的拍摄点，几年前我们记录过，虽然石槽不会乱跑，但什么时候穿上毛茸茸的绿外套却不是一成不变。后来才知道，为了让赏景人士不会错过，主管单位透过网络公告周知，热心的网友也会提供资讯。就像淡水天元宫的樱花，大雪山林道的山桐子，它也成为台湾富有季节感的风景之一。不但如此，石槽附生藻类，吸引鱼类觅食，它也象征着矶钓和鱼捞的季节到了。组长好，麦德好。哦，这位是张校长。哦，校长好。春天哦，其实很多花盛开啊，那很多民众都会去赏花。春天来到北海岸，也是很多风景可以看嘛。对，我们四五月看的整个都是绿石槽。刚刚讲赏花，我们观光局北关处啊，十几年前就开始富裕台湾野百合，从整个富贵角，还有整个北岸林山鼻，都是野百合盛开的时候，现在正是时候。所以待会沿着这个海岸线步道走，我们都可以看到这个盛开的百合花这样。对对对，野百合其实早年啊，本来就是整个北海岸沿线只要峭壁，它都会有枝
几年前我们开始跟整个北海岸的校长啊什么老师一起呼吁捕鳖岛，那十年来啊，其实我们的乡亲啊，包括我们的游客已经知道那是天然的原生种椰板河，已经都不会去踩，用眼睛去观看这样子。老梅这边的海岸真的很有特色，因为它会随着季节呈现不同的颜色，这些绿色的海藻大概有维持到什么时候？通常啊，我们通常会跟游客讲大概正常是四五月，但是呢今年比较特别，今年其实在农历二月过年的时候啊，其实今年二三月就开始了，所以大概我们初步看起来大概四月底五月初差不多绿石潮就会跟我们说拜拜了。哇，明年再来。季节很难去控制嘛，今年气候上有什么变化吗？这个今年气候变化应该是延伸到去年的气候的变化啊，影响到，再加上去年有一个闰月，九月啊，闰月又往后延长一个月，所以呢，变成今年的绿石潮就是提早，啊，提早呢，它就开始长。它其实石存啊，长的时间呢是每年都有季节性的，它都是三月底开始，四月份、五月份，而且是四月份长得最漂亮，好多仙人都到这边拍照，哦，非常漂亮。所以要常常打电话到北关处问一些资讯，海岸线到底变绿了没有，石存有没有长出来啊？随时掌握这个资讯。对，如果这个时间没来也不要伤心啊，它石存啊，它没有死掉啊，它季节过了，它的孢子会留在我们绿石槽里面，明年它又会开始活起来，所以大自然就是这么美丽跟奥妙。错过也没关系，其实海岸线非常有特色，这边是沙滩，然后这边又是沿岸同时存在，我觉得这个海岸线真的很有特色。是，原来这个沙滩啊，通通都是变革沙啊，在这个地方石潮还没有开始，应该是80万年前大屠山河川西部爆发的时候，岩浆是流到海边，经过几万年受到海浪的冲刷冲击，最后呢变成这个把它松的那个沙岩呢通通冲掉，变成一条沟一条沟的就海石沟了啊，所以海石沟呢所形成的今天的这个画面都非常的美，因此啊，它这每年的三四五月份呢，它会长这个石存啊，那么石存之外呢，还上面有附加一些哈海拔石啊，所以呢，整片呢都是绿色的，非常美。所以我们看到这些黑黑的岩石啊，都是火山这个熔岩流下流到海岸，然后有海水冲刷，所以一条一条像水沟这样子啊。我这样看起来，这个黑黑的岩石有点像那个巧克力蛋糕，那个巧克力流下去，然后上面现在撒了那个茶粉，哦，这样非常好吃的甜点。这个哈，这个就是火成岩的火成岩颜色。那然后它是一层绿绿的。那今年因为哈，这个因为去年的天后影响，到今年整个一片绿绿的，提早比较白化。白化就是说它上面一层已经要枯石枯掉的一个石存，要枯掉的石存就变成白化了，恢复到原来的这个石头的颜色，所以整年呢都没有，所以一直到三月四月五月才开始再长，每年都是如此。今年没有看到没关系，明年再来就可以了。对对对，明年同一个时间三四月再来。美景天天都在，永远不变，就像塑胶花一样少了生命力。正因为石存受到洋流、海水温度和气候的影响，有点捉摸不定，绿石槽才显得如此迷人。除了绿石槽，另一个季节限定的美景也正在这片火山熔岩凝结的土地上绽放。麦哥形容绿石槽是巧克力撒上抹茶粉末，现在装饰上小花，这份巧克力抹茶熔岩蛋糕看起来更可口了。这一定要拍一张照啊！哇，校长好！哇，我们这次来真的太幸运了，也非常的幸福啊！哇，真的是有福气哦，满山都是。对啊，满山遍野的百合花盛开啊！对，整个山坡从那个山头一直绵延过来，这个坡面。然后一直过去那个山头，对，当然很幸运，所以来的游客更多。这个时间，哎，这就是因为天后的关系，那开得这么美，这么漂亮，不容易哎。校长，你之前来有开那么多吗？之前呢、是慢慢。
逐年的会一直在增加。嗯，那就是说我们北关处呢有在做宣导，就是说不准去踩它，踩它的话要受罚。那么大家呢也会去爱惜，经过这么长的时间的宣导啊，有效力啊，让它这个环境更完美。对啊，因为看到这花真的是会很高兴、啊、很兴奋啊。不过我们还是就是拿相机把它拍下来，或者是用眼睛去欣赏就好，不要顺便就带回家。因为看到这么漂亮的花，有时候手会痒。因为它这边是依山傍海啊，不管用什么角度来看，这些百合花、啊、都是非常非常的漂亮。对，所以呢，所有的游客到这边来了都要留影啊、拍照留念。我们这个时间来到这里，百合花是主角。对，那其实，在百合花之外，也有一些花也都开。大部分都是百合，没有错、嗯、但是其他的花朵也不少、嗯、啊，比方说啊，这个冰当龟、哦、那现在正在盛开。在海边的冰当龟感觉很大一颗啊，比我们去高山看的玉山当龟哦，那不一样，还要粗还要大。对，不过它的花很像、嗯、绿绿白白的。对，它那个石板菜跟我们去高山看那个玉山佛家草也非常的像哦，是开这个黄色的花一样、哦嗯、一小小朵的小朵的。嗯，好、哦，那边哈、哦、后叶石斑木、哦、后叶石斑木后叶啊，就是叶子比较厚、嗯、比较厚的花朵哈、哦，还有羊蹄、哦、那这羊蹄呢在我们这边滨海的植物开花的季节这个时间、嗯、哇，所以在春天到夏天哦，来到北海岸这边走一些步道、嗯、就会看到很多滨海植物陆续都在开放。对，那这个季节呢就是百合花世界，正好这个时间，对，百合花就是主角。台湾百合又叫高沙百合、野百合等等，比较特别的是客家族群叫它打碗花。由于百合多生长在水源地，摘花影响生态，就像打破饭碗一样，连生活都有问题。遗憾的是，这种生活智慧不受重视，野百合被摘得几乎消失，最近几年才慢慢复育回来。但无可避免的，野百合的栖地里已经混生了少数铁炮百合。另外，在这片土地上还生长的其他花卉，它们和野百合一样，都是抗风耐旱、不怕紫外线的强悍生命。除了植物之外，这里的地质也同样独特。绕个弯过来，整个岩石的造型都不一样了、啊、不一样，完全不同。因为好80万年前火山爆发的时候、嗯、那个岩浆啊所喷的位置有分了三个地方，那这个是其中之一。这个里边呢，它的岩浆啊还没凝固以前受到东北季风的吹袭、嗯、那风很大，让这个石头还没凝固之前呢平面很多，所以平面与平面之间呢有凝，凝与凝之这又有角，所以我们称为这个石头叫做风铃石。这很特别，就是我们刚从那个老梅那个海岸哦，就是有沙滩，然后有沿岸，那岩石是比较圆滑的，那一大片，那这边就是这样一颗一颗，这石头不是圆的，是老师说的有棱有角的，有棱有角的。它的范围是从这个老梅岸边一直到林山比这么长的一个海岸线上面呢。通通都是这个风铃石，同样是火山流出来的熔岩哦，在那边形成是这样比较圆滑型，那个是石槽，对，一大片的那种岩石，过来一点点，这边石头就变成有棱有角，切的一面一面的。校长，你刚刚说这个风铃石是因为东北季风的影响、啊，对，受到它的影响所产生出来这种造型啊，就是这样。你可以看到那个面很多，嗯、哦，石头一般都是圆脸的，那它这个面。所以在石门这一段海岸线也蛮有特色的哦，非常有特色。除了可以看到非常漂亮的美景之外，这边的地质值得大家来这边看，因为这边都是火山作用形成的一些岩石嘛。是的，跟我们一般在其他地方看到的岩石都不一样。对，不像野柳，野柳都是沉积岩。哦，野柳是沉积岩。沉积岩那就不一样，不一样。所以我们走一段北海岸啊，等于是地质之旅啊。对，地质。海岸边赏景的游人不少，可见人们越来越懂得欣赏台湾的美。过去不起眼的台湾百合、岩石上附着的海藻，甚至有棱有角的黑色石头，一旦了解它们是千万年来这块土地的独特产物，就值得在这些景致前驻足，细细品味它们的前世今生。
至于这座富贵角灯塔，那是台湾本岛最北端的一座，兴建于1896年，日本占领台湾第二年，是为了铺设台日间的海底电缆以及航路设备所修筑，也是日人在台修筑的第一座灯塔。原本是铁皮建造，二战期间被盟军轰炸毁损，光复后重建。据说再过一阵子，灯塔会开放参观，到时候我们一定不会错过。我们在背山面海的石门巡完海岸线，要来孙参醉了。前阵子我们在这里和一群勾弋的老大哥一起下田，才插了几排秧苗，就好像把根扎在这里。既然来到石门，就身不由己地想到田里转转，看看小苗有没有乖乖长大。好几天不见了，这些小秧苗应该是有长高了，不过看起来不是那么明显了，因为在上个礼拜哦，才在这边刚把这些秧苗插下去哦。那一天是阴雨绵绵，今天再度来到石门水梯田这里，阳光比较好了，所以今天的稻田哦显得特别的翠绿啊。稻米的栽培哦，不是说把这个秧苗插下去就可以了，插秧之前还有育苗、整地，还要后续的照顾它，因为这边都是要用比较天然、比较自然的方法。啊，不撒农药来栽培这些水稻，所以后续还有一些施肥、除草、除虫，看着它慢慢长大，最后才能收割哦。这整个过程需要很多人来帮忙哦。那今天有一个很重要的工作，也算是一个任务哦，就是要来除草了。因为这秧苗慢慢长大，那边边也会有一些杂草长出来了，所以需要一些人力。今天不只是我，还有很多志同道合的好朋友会一起来除草，帮助这些稻米能够赶快长大。它待会应该会蛮热闹的。这边的水梯田最大一个特色就是，它是曲线的，是不规则的，它的线条是弯弯曲曲的，所以特别的优美哦。所以从空中看的话，它就是一条一条瘦瘦的，好像那个彩带啊甩在空中一样，弯弯曲曲的，非常非常的漂亮哦。水梯田是台湾很多山村农家的记忆，它是先民世代辛勤劳动创造的美丽地景。因为单位面积零碎，也是最早废耕的农田。一旦废耕，消失的不只是人与土地的连结，土地在水土保持、生物多样性各方面功能也逐渐弱化。幸好人们努力恢复耕作，我们也才有机会亲手插下秧苗，找回和土地的亲密关系。台湾四面环海，海岸林是防风、定沙、减低盐雾危害、抵挡潮水侵袭的第一道防线。一旦失去海岸林，将造成生态贫乏、不利农耕、生活条件严酷等恶劣状况。林业主管单位于是积极造林，视为海岸保安林。一般情形下，飞沙严重地区首需采植草、堆沙犁等方式安定沙丘，沙丘安定后再施作防风犁，减轻风速及盐没危害，才能进行造林植生。在海浪侵袭严重地区，则需在海岸以工程方式施作护岸设施后，才能在设施后方造林。造林树种则需抗风、耐瘠、耐盐化。第一线以林头黄槿为主，第二线栽植木麻黄、白水木、草海桐、水黄皮、小叶南洋杉及大叶山兰等，以绿化海岸林带，营造复层林。已经看到理事长他们了，他们应该准备好要等这些，应该算学员吧，来体验了，所以他们已经都穿好，也看他们鞋子都已经换好了。哎，大家好，哎，大家好，哎，理事长，早早早。
欢迎欢迎，好几天不见了哈、啊。这个秧苗应该有长大一点的啦。对对，长大了，现在今天要除草。今天讲叫蛇草。蛇草蛇草。哇，那蛇草，因为人拢还没来嘛，今天有几个人来？今天大概有三四十人啦，三四十人。哦，你看有三四十个人呢、欸。三四十个人要来除草。哦，因为这个田虽然说不大，可是一层一层的嘛，就这样了哈。理事长，今天社区的干部今天都到齐了哈。那天有看到阿虫啊，还有一些新面孔啊，现在跟你们这个我们监视，监视，监视哦，对对对，哦，他监视豆豆，哎，我都在遐路口遐，松山社区，松山社区遐边啊，路口遐，好好好，阿弟底下负责声明，好，我嘛是因为有大家共同的理念啊，大家嘛大家等下来收草啊，那样对。哇、哦啊，这位大哥是你好，郑先生，郑先生，郑大哥你好，他是我们千岁母的股东，哦，股东，哎，这有股东哦，对对，哦，那你有几股啊？我们现在今年是二十股啊，他其实也是一个工厂的老板，他自己说我们有这个理念，然后也是被我们的精神号召，他是住淡水那边，怀仁道教的一个蛇井应该这样子，对对，算是又把他的记忆再找回以前的记忆，找回这个童年或者是年轻时代的那种农村的生活，对对对对，这样子哈，哎，那我们也可以加入股东吗？哎，可以可以可以，明年你要明年了，今年。应该要到明年了，还要排队哦！哇，我们是从去年年底那时候就开始召集收了啊股东，然后因为年底就要开始要更替。好，那我们大家一起努力啊！好，那等一下就要下田工作，所以我们要先换一下服装还有鞋子。对，哦，你们都已经换好了，那我要去准备换一下服装和鞋子了哈。好，大家就一起下田。好，大家等一下一起来体验一下。最近几年很流行工作假期，不但利用自己难得的休假，还得起个大早劳动筋骨。乍看之下，现代人简直是工作狂，放假日还得找工作做。实际上，重温田园生活，亲近土地，适度的劳动，往往比赖在沙发上还更有疗愈效果。特别是亲子同行，和孩子一起重返童年时光，乐趣更多。一双双业余农民的嫩足即将踏入稻田，大家都有些忐忑，还好一旁已经有专业人士等着进行指导。生力军到了哦，听说今天来的生力军大部分都是老师，还有老师的眷属先生啊，或太太，还有带着小孩，全家一起来体验蛇草啊，除草。哎，大家赶快过来看怎么除草。那、啊、你就是要把那个根吼、哦、往下压的时候，要连根给它拔起来，拔起来之后折起来之后哈、哦，给它趴到里面去，让它当涵养，好、哦，当涵养。然后你就要除草的时候，就是要画一个八字形，好、哦、这样，好、哦、就把这个草有没有哈、哦，草给它，是把草的根。对，你就然后手哈、哦、要这样，爪啊虎爪，好虎爪这样哈。哦它、啊、不是这样一直挖哦，哦，就让你这样哈、哦，这样过来，然后这样除，好、哦，哦，一连插秧是往后退，除草是往前走，往前走，哦，只要弯，然后弯下去，只要这样走，这个旁边这个都没有用的，这个不是稻子哦，好、哦，旁边这些全部都要给它除掉，好、哦，这样在这里面的话，才整颗才是稻子，好、哦啊，像这个的话，你看这边的话，这个就是败草。好、哦，这一颗也是一样，就是败草，这个就是要给它拔掉。你们这叶子，叶子再看一下，把稻子全部拔掉。对，那个就是败草。啊，有的哈、哦，它还没有那个哦，还没有开花。那再从这边来，就是这一群的。老师讲的都很简单，看起来我就觉得好像。它对这一条线就比较粗。这个是败草。那个全部都是败草。啊，这个不明显的，整个对没有那个中间那条线的。老师像有就是稻草，看起来像这个也不是很明显。这个有中间线的是败草。我们稻子是一在一起，但是它会比较分叉那样，它就这样的分叉的形状，太开一点点。你看也会拉长了，你看它变成这样子，比较长一点了。哦，跟稻子的形状是不太一样的。上工了，成蛇草的队形已经摆开了哦。那所有的人呢，已经陆续
去都已经下到这个田里面了，很多人很久没有打赤脚踩到泥土那种感觉，大家都没什么经验，所以刚总干事教大家怎么合唱，那是有一个方法，然后也认识拜草，这跟秧很像啊。但是每一颗你都要知道哦，每一颗都要。对，哇，大家都已经开始工作了。哎，同志好啊！好，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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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太早。我走了。没关系，我要一起来工作啊。老师，你今天带了很多人来到这边工作。环境教育很多面向，在台湾，在气候变迁之下容易吗？把它抓一抓这样。好，然后再加上最近很多食安问题嘛，所以新北、台北市都在推食农教育。食农教育，对，那食农教育就让学生知道说哪一种食物吃起来很安全，然后我们吃的食物啊是怎么种出来的，然后哪一种方式种啊，配合气候变迁，配合环境改变，把这些老师们教到说，哎，他们怎样知道气候变迁，怎样知道农业变迁，然后就教孩子们吃的安全，或者说他们的食物怎么来，这样才可以达到我们辅导环境教育的目的。我今天很多都是老师们，还有很多眷属也跟着出来。对啊，我觉得这样真的很好，像和乐融融一家人一起。对啊对啊，夏天工作的。对啊，我也很高兴，因为我是农夫。哦，我从小种田。老师以前是住哪里啊？我住大园的乡下，桃园大园乡下。所以小时候也有来跟。对对，小时候都要蛇草，以前就有蛇草了。对对对，都要蛇草。培养哦，培养就是那个拜草，对不对？都要知道怎么去拜，你才知道说啊，我这个农民真的很辛苦，要爱惜食物。所以这些要从我们这些老师们先教起，那教给孩子们。所以我们看到这些水稻田开始又重新富裕了，这个对整个环境也相当重要。对啊，对啊，因为水稻田最重要，它可以含蓄水源，不会让水直接流失。那一下大雨，如果水直接冲到溪谷里面，它可能会产生冲蚀，或土壤侵蚀掉。那你把水引到田里面，那灌在田里面，不但可以把这个水含养下来，它可以让水慢慢下渗，变成地下水的资源。所以这种基田很值得再复耕啊，真的是很棒啊。对，因为这不只可以让我们的生态富裕啊，那也可以让我们的视野景观变得更漂亮。对，来这边走一走，看到这些田，真的赏心悦目。孤独有机农业，大家也吃得安心。然后出来运动一动，流流汗，对，身体更健康，有体验。那也可以学到知识哈，去教我们的下一代，让我们下一代也更健康。虽然很辛苦，承担下来。蛇草，这个蛇草有点像在蒙拉这样一样，这样摸摸摸，哇！这个草是直接就是这样，它就会起来，有一些草，然后这要放哪里？就弄一团又放下，然后脚踩下去。哦，脚直接把它踩下去。对对对。你先让，其实先让手压一下，它可以下就下，然后把旁边的土洞一点把它盖住，它都死掉了。哦，它不会再长起来。不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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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我以为蛇草是拔草以后就放在边边。哦，等下面很多草。没有，因为我们要让它当肥料。哦，就哦，除草又兼当肥料。对对对对对对。哦。哇，蛇草哇，原来是这个样子。老师，现在这个多久要施一次啊？一个多月，抽穗剪、开花剪哈，要两次，要两次，都比较赶不三次啦。不过越到后面越热，一剪蛇草，那古叶残裂，不是在弯腰，会进去这样收哦，那更辛苦，而且没有像今天那么多水。那这个土质比较硬，因为这是山田，经常乡下那个土哈，枯烂啊，好，这底比较硬，因为这以前是山部队开垦出来，所以这还比较浅啊，这比较浅。这草哈，就是只要过半位就算。这冰箱是啊，较早我饲拢爱杀死很快。啊，较早拢饲几个人的时候啊？较早拢外工吼，这厝边外工吼，即摆拢走五六个。哦，较早拢五六个。哎，五六个啊！你二叔啊，二叔，一路外工，今仔日家己收，明仔日家己收啊。哦，就大概互相到打工啊，那样啊。所以以前农村哦，真的是非常有人情味啊。就是今天你家有农事，就大家一起来帮忙。我就是吼，出去三十几年，啊，回来开一家口风变低。因为我赶快，所以我决心的时间就是参加迄农村再生上课，啊，四年了后毕业来啊，啊，为家这些事业的最好叫啊，从这梯田入根，为家开始，啊，开始的时候我种三分地，第二年又种八分地，第三年种加半地，啊，我是讲严重噶吼，这个地区拢都有45家，像迄边迄吼，
风雨雨啊，拢滴清油掉。啊，想尽办法吼，互伊淹水了后，后摆个这个所在吼，怎说我滴说拢较清洁一块清洁。哦，以后这边就是月光米的世界啊！好吃的月光米。我这个讲叫做千岁米。千岁米啊！啊，千岁米就是讲我叫侬贵重的。哈哈哈哈哈！今天伊都有笑脸的。今天都有笑脸的啊！笑笑脸的。啊，今天有很多伙伴来帮理事长啊！哈，理事长今天也在看轻松的。好，那赶快加油。蓑草这个蓑字真是传神，它不是拔草，而是一双手在田里摩挲，一方面把草清理压实，一方面又有点像为大地做马杀鸡，整个过程既有实用价值，还充满对土地细腻的情感，难怪传统农民对自己的田地是那么的珍惜保爱。对我们这些业余农夫来说，客语歌手陈冠宇的一首歌踩下去相当能表达那种心情。踩下去，踩下去，踩到田泥最深处做肥料，烦恼的事，郁闷的心情，踩到田泥最深处做肥料，把败禾杂草踩到田里，果然很能发泄情绪。但是坐久了，一个个开始腰酸背痛，对于食物也逐渐产生了不一样的认知。这时候飞行器小白从头顶飞过，趁机仰起头，伸展肢体，只觉皇天之下，后土之上，自己能劳动筋骨，在美好的田园中投入生产，实在是一件幸福的事。新北市金山的八烟聚落，数百年来村人以石器水圳营造梯田，全盛时期聚落达200多人，民国70年代人口外流，仅剩20人。农田废耕，农委会林务局结合非政府组织，推动八烟聚落水梯田生态复旧与产业复苏计划。5年多来，水梯田复耕面积达2公顷，生产的稻米被认购一空，聚落重现生机，水梯田重新发挥涵养水源功能，许多消失已久的生物也出现在农田和砌石缝隙中。八烟的案例还成功加入联合国里山倡议伙伴。有约。加油加油，已经落后了，这些老师们都速度很快啊。哎，大家好。好。你们有没有收到草啊？有啊。有啊，我再来看一下，看一下哦。有。啊，这对吗？这对哈，这对。对。哎，大家没有摸鱼哦，大家都是真的，真的来收草哈。反正第一次提还是说以前有做过？没有，第一次。第一次，哎，第一次，我是第一次，哎，跟老师。那感觉怎么样？哦，才发现说农夫很辛苦哦。所以人家说粒粒皆辛苦。那你也是第一次做吗？对。第一次做啊，那做起来觉得怎么样？做起来很有成就感，因为知道自己身临其境，然后从事这样子的一个生活生态的一个形态，那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然后应该鼓励大家都要来跟农村多一点的交集。多久没有脚踏实地踩在泥土的感觉了？脚踏实地，其实我们家有田，可是我真的也没做过。哇，那你一定是这个喝米啊，好命的。对，家里有田，但是你没有亲自去种。但是小时候爸爸也有种过，所以其实都是看着，只知道说在用那个弄稻谷的时候会很忙很吃，可是这样子的过程其实是没有参与。对啊，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要种这些水梯田哦，让大家来体验啊，因为就算家里有田的，可能小孩子都没实际的体验的，都是电脑族，对，都是打电脑。那你今天来就补偿这个小时候没有帮爸爸妈妈这个工作的太严了，真的，就是今天把它补回来好了哦。好，谢谢，加油，好，继续努力。那哎，大姐你好，你好。那请问你是老师吗？是的。今天老师亲自下田了。那平常有带学生体验这样的生活吗？没有什么机会，这次是跟徐教授过来，哎，才知道说我这边的田真的很漂亮，很特别，对，好空气可以大口呼吸这样子。那像今天蛇草也是第一次吗？也是第一次，很棒，真的要实地去操作才知道这个土地的美，体会到别人的辛苦，然后能够珍惜。至少知道我们米是怎么来的。是的。那老师，你教什么的？
我叫家政。家政啊，其实家政跟这感觉也是有关系啊，哈，家政。粒粒皆辛苦，真的要珍惜得来不易的米香。对，对啊，因为现在吃太好了，穿太好了，都会疏忽，都会浪费啊。所以我们来体验一下，大家会更珍惜我们的资源，然后珍惜我们的环境。好，谢谢你们，老师加油喽。辛苦喽！我们是台北市立大学环教所苏三岁第一天成功。其实距离成功还很遥远。我们这些业余农民搜草都还没完工，闻到尖山湖社区为大家准备的点心，突然就饿得无法工作。只能说村人太过宽容体贴，我们盛情难却。不过这也算实习课的一部分吧。大家从劳动中体会粒粒皆辛苦，自然要好好吃一顿，表现自己确实懂得如何珍惜食物。除了喂饱我们，村人办活动经验丰富，另外还安排了学习课程，免得这群城市土包子吃饱了没事干，在农村里搜来搜去，不知道会闹出什么乱子。这是啥？对啊，这蚵仔。啊，但是要包什么粿？炒啊粿。炒啊粿啊。哇，好香哦！刚刚在那边吃饭啊，就闻到那个香味啊，所以就闻香而来啊，哦。哇，啊，等下偌侪人要来包啊？你坐下，我今仔伊，今仔叫我炒的啦。哦，没有。你是叫给我炒的啦？哦。这是要炒咸菜好看，啊，无你这。我有甜，我有甜。搅拌要均匀呐。哦，这练就铁砂掌哦，哦，很厉害。我来帮忙一下，因为今天有三四十位的那个学员在这边哦，老师啊，还有很多人来这边体验。那大家要体验那个包的超阿贵嘛哈，蛋姐在包超阿贵嘛哈。蛋姐看我炒，画面都有没有？安尼袂使啊。可以啊，但是你这个要让开一点。哦，让开一点，让大姐看不下去，马上就接手办。她把她弄坏了一锅这个线，现在要熬这个超阿贵。哦，做旁边呢，这样就可以了。大姐厉害哦，可以吗？可以。我再细下去。我用这个好。哦，这些哎。不是讲，哇，干，咸的，这是咸的芋头口味，那里面有虾米啊，猪肉，然后还有一些香料。这个猪肉是好吃啊，好吃吧？好吃吧？哦，可以吃猪肉啊，除了体验它秧啊、舌燥，还可以吃这个香煮的超阿贵。OK， 那我们再来。好了，我们就去包超阿贵了啊！可以啊，来，我帮你拿好不好？来，这个放得好嘞，没问题。这样可以。哦，你看，这个功夫真的很厉害，一下就炒好超阿贵的料。平方，哦，哇，这个太多了。菜包饼，这把直接包贵了。萝卜丝，来这边就有口福了。待会我们要亲手来做这个超阿贵。新北市贡寮区的水梯田位于森林与水域交界，
民国100年起推动水梯田生态富裕，辅导农民以传统与自然共享的环境经营思维和技术，推动梯田终年蓄水，不纳入轮作机制，将农业生产与文化景观结合，推动农民田间生物记录。目前田区有超过500种物种，许多消失多年的鱼类、昆虫、动物都重现田园。目前已是联合国里山倡议成员。做的面团，还有一些萝卜丝啊、芋头来包，这是非常好吃的，那大家都可以实际来体验哦。好，要亲自做一个，这个要多重啊？大概4-5两，4-5两这样就好了。好，这个给麦哥。好，这样子算已经揉好了吗？还是要再揉一下？然后再揉一个像个碗的形状，它里面再放馅。好，做一下柜哦。有没有说哪边要比较厚，哪边比较不厚？均匀一点会比较好。这样子可以吗？这个大小，还再大一点，这样就差不多可以了。啊，先放线看看，放线看看哦。对，把它捏的中间像一个碗，要凹进去的，那这样就可以装线。它这边有两种这个馅料，好，这个萝卜丝的，我就放萝卜丝好了。放中间，这样会不会太多？不会，这样刚好。这样刚好。就外面。就把它捏捏。它捏成一个圆的形状，它胸两个，然后不用说一直压啊，这样等一下就可以了。好，这样就可以了。对，这样好像不会太难嘛。对，就是你最主要不要让它露馅肉出来。因为待会有一个模子啊。等一下这边先磨一点，磨多一点那行。不能太秀气啊。对对对，不然等一下硬的时候会粘住。那就直接放上去。好，那压的时候，好，先给它压一下。直接压。不要太用力，用这个手指的前端去压。好，压压扁，不要那么用力。好了 ，OK， 好。然后等一下再来哈，就是中间，那这样，把这个旁边放上，从旁边这个要留着，它压中间。哎，压中间的话，你等一下印出来的话，它中间那个龟壳那个那个图案全部你印出来。它旁边不要弄，再抹一点油，抹点油啊，等下这个叶子放上去，蒸的时候它才会粘住。好 ，OK， 这样可以的。就盖这个月桃叶。对，盖上去。好，然后翻过来。翻过来，然后用拇指给它稍微扣一下，它就会掉下来。就是翻过来，下面这样。乌龟出不来。翻一下，翻。对，你翻一下，轻轻的翻，轻轻的翻。哎，形状才会破坏掉。是啊。就这样，旁边有一点瑕疵，不过没有我们看这边。大概这个乌龟的形状有出来，然后中间有一个寿司这样子 ，OK， 那就可以放到蒸笼里面去蒸，就可以吃到好吃的那个超阿贵了啊！好，大家加油！每个人都至少做一个哦。鼠曲草做的草阿贵，现场几乎没人动手做过。社区居民很体贴地把备料内馅困难的部分全都做完了，大家只要动手包就可以等着张口吃了。总干事解说之余提醒大家，为自己的草阿贵做记号，免得拿错。只能说它太多虑，虽然有模子可用，但学员八仙过海做出来的贵各有特色，完全不可能认错。鼠曲草是菊科鼠曲草属草本植物，又称清明草、佛耳草、黄花艾等。台湾海拔3000公尺以下田野、路旁、荒废地都可见其踪影，尤其喜爱生长在湿软的农耕地上，是农民眼中的害草。幼苗及嫩茎可食，鼠曲草贵更是许多台湾人记忆中的乡土美味。
一个个跳脱传统，让村人大叹不如，爆出充满敬意的笑声。村人早知道外地人会做出个性十足、让人舍不得吃的草鸭粿，另外准备了古典造型的粿让大家现场吃，自己做的就带回家收藏吧，或者找个黄道吉日，慢慢吞下自己的惊世之作，咀嚼在水梯田所操劳动的甘美回忆。这是石门尖山湖的水梯田，田中央做绿肥用的百日草正茂盛，接着会是一片花海，到时候我们会再回来耕作一方自己的田。